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哋去边就去边，入黑房就入黑房，除衫就除衫啊？你知唔知道我哋有人被速龙用棍打到呢一刻都要复诊啊？你知唔知道新屋岭个手伤室系全黑噶？你知唔知道唔止我一个遭受警方性暴力啊？其他被捕人士是曾经遭受不止一名警员不分性别性侵及虐待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被人打的时候，港铁职员望着我们都视而不见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在拘留过程当中是肉锤砧板上任人鱼肉啊？现在每晚想起都好惊啊！我知道。去凌晨两点半大叫吴傲雪，跟住落孖叶，跟住送咗我去新屋岭，入咗全黑手伤室，系好惊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唔知